钱完可以回家了。喂，那我做一下工作。喂，你帮助你把帮助你成交。像我们这个足球啊，这个其实我们每天以前啊，我们的练球每天都花一个小时不断练就，就是一直不断的，因为在习惯那个动作啊，所以你会看到说，哎，怎么这样也可以打，这样也可以打，因为就是已经尝试过很多种方式在打那个球。所以说你要练出技术会，但是像这种东西你还是要找一个搭档，最好是跟你差不多的，可以啊，对啊，因为你们差不多练习机起来会很花时间。礼拜六有事，是啊，礼拜六。有事没有？礼拜六有空，你看。
这东西是，这个东西除了说像发挥训练啊，说这就是一个方法，就是打他说拖住人，然后去控，就用对练的方式。这样因为对练的话比较偏向是速度根据比较那种，可以去调整。但是如果拖球的话，这个你比较抓不到那个感觉，因为它跟实战还是有点差。对呀，你是打不错的，真的打不错。两三年而已，这真算很好的话。来很大的，我觉得应该算比较加大，比较。
先走喽。好，好，谢谢。两位。阿贺，没有阿贺。